是给你加厚了，比之前还得厚，每一块都在130克以上，它可能大小形状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但是每一块你看到没，标配哈，新冷的标配，看到没？后切还没完全解冻，这边还没有完全解冻，这边是一根肥油筋，外里肌肉，宝贝儿，外里肌肉不是那内里肌肉，是菲力的，菲力的你们吃可能就是太嫩了，跟牛柳似的，牛柳似的。这个宝宝沙囊的、西冷的都是有牛的外里肌肉，俺们家给你是西冷的，带一根肥油筋。你都我说实话，你稍微刷点普通的油，它这一根小肥油哈，直接煎化了，那种香味就相当于牛油的那种香味，直接煎到牛排里面。外焦里嫩，为什么西冷的香？为什么大家都爱吃西冷的？你们去西餐。餐厅也会吃新的，我这个薄，但是比它的宽，宝贝儿，知道吗？每一块大小形状都不一样，原切的你一刀切的，不可能说切的一模一样的，切一模一样那是模具。来，所有宝宝你这么的，今天晚上给我点关注的宝贝儿，我送上我们家刀叉一副。来，你看看我们家刀叉的品质。哎呀，宝贝儿，每一块形状跟大小。